电莫可获取进群方式哦。明日早上9点 NBA 热火对战尼克斯，看专业团队小馆长今日详解哦。热火本赛季表现出色，目前以20胜8负战绩排名东区第三，队伍主场作战的数据也相当漂亮。尼克斯目前仅打出7胜，排名东区倒数第二，但最近状态回暖，近4场取得3胜，进攻端的提升是赢球关键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0分，对热火支持的力度相当高，而此战面对弱旅队伍，若正常发挥，没意外能拿下胜利。本场推荐热火减10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小馆长盛情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今日推单，要知道更多临场数据，记得加我微信足球399，更有不中包赔等你哦。